岛屿，谢霆锋为补偿江柏芝母子一起度假，王菲的做法。大家出乎意料，说起谢霆锋、江柏芝、王菲、李亚鹏四人的关系，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。如果拍成一部感情大戏，相信小伙伴们一定会追剧吧。前些日子，谢霆锋为了补偿江柏芝母子，选择与其母子一起度假。但是没想到王菲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。王菲对于现任谢霆锋与江柏芝度假没有感到丝毫难过，反而选择与前夫李亚鹏聚餐，给女儿黎烟庆祝生日。离婚后这两对夫妻还能够和平相处，网友们不得不佩服王菲的心胸。如今王菲与谢霆锋的关系也是众所周知，大家貌似对这样的关系很满意。大家对于这四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？是不是太乱了？